你有没有喝酒？我没有。走椅子来。走得很稳啊，兄弟们，很稳的。有没有喝？没有。再问最后一次啊，直播间五十万人，当着来说吧，有没有喝酒？没有。谁努力？你抽腰，请您配合。别把再。你懂不懂什么叫爱情？责任，责任叫做爱。你知道什么叫做喜欢？喜欢是知道什么叫喜欢？感受是喜欢，感受是喜欢，喜欢是感受，喜欢是感受。爱是责任，爱是责任，就是看到他你就要对他负责。我看到他责，我就要对他负责。我不是不想跟你干，我不是不想跟你干。来来来，去把我公司楼下那个体育生给我叫来。来来，谁叫人？一二三，开始。来，嗯，啊，媳妇，你以后内裤都不用穿了，就穿安心裤。这老六，我真的服了。大洋嫂来到直播间，大洋哥直男症让大洋嫂无语了。来看这个安心裤啊，它颜色的，掉时候用的，睡觉时候穿穿的，防止你侧漏。喜欢吗？而且包边很大，更轻薄。哎，喜欢吗？喜欢。喜欢。我媳妇也用过的啊。来，以后你天天就穿安心裤，我给你包了。大包，一盒里面有几袋？三片，你们这床要多少钱？19.99。好，这个安心裤是加宽的，看到没有？加宽，那弹性非常好。八包100啊，120多了吧？160，160了，150吧，150。再给兄弟们来个他颜色的卫生巾，10片他颜色的。今天买回去你可以试用一包，感觉不行，试用的不要退。对，把这个全退了。69.99，电动刹车。这个是防滴水，小孩也能用用吗？就小孩用的。这家人们，那个一到夏天一来临呢，领孩子出去玩呢，就受到一些蚊虫的干扰，把它一喷。哎，对，小朋友，你看，这个是你出去喷的，这个是你放在屋里面直接放打开放进去，白天把它盖上，晚上打开驱蚊，驱蚊的。然后这个呢也是驱蚊的，这小孩子贴身上的，就这一个贴29.99，那这一瓶39也就比较贵，是吗？今天再讲，箱子43.9，上车。老公真好，爽。520情人节就要到了，大洋哥终于对媳妇大气了一回。想不想要？都想要。马大，喜不喜欢？都喜欢。买。哎，好了，兄弟。今天只要你喜欢，大杨哥随便买。可就在接下来带货卡斯套盒后，大杨嫂对小杨哥说了一句话，大杨哥现场崩溃。这卡斯的套盒，干嘛？洁面是精华，就是爽肤水乳面霜。媳妇，我到时候带回家了，还记得不？11年的国货品牌，已售493万单，店铺评分4.99分，满分5分。而且这个是金色的礼盒包装，可以送给女朋友。第5舒润套装，2D酵母套装，麦角六阴套装，这是安瓶，这是蓝藻面膜。买回去之后别用套装，先用试用，感觉不行，把它全退了。298，上车。298到手大牌卡斯护肤56件，黑金礼盒包装，真是太有牌面了。讲完了，弟妹想要怎么办？给弟妹。不行，别送给你，别送我就拿2个吧。你听嫂子的，嫂子真不要这样。别送给。不！哎呦，你们这样搞我，你不要拿来拿给他呀！你不要你就拿给他。我不要你拿给他，其实他不要。送给弟妹。你弟妹喜欢。嫂子，我不要，我真不要，我不要嫂子。你其实我真不想要，你知道吧？你把你给我了，我太感人了，兄弟们。你不要你找你疼啊！我说了吗？有这样的哥跟有这样的嫂子，我什么时候说过？这辈子是真值了。我说有时候小杨同志，他真的是心里没有点眼力见。三只羊主播乔妹第二场直播，小杨哥现场教学，却遭遇嘴哥两副面孔。网友弹幕留言：嘴哥太逗了，师傅好猛啊！师傅，是一只狼。师傅，来，师傅，过来捡东西，我找我。是你车子？哎呀，我等你，你要喂我。哎，夏天放冰箱里面，是不是两个稀的？哎呦，这里十几块吧，都嘴稀的。又来嘴吸的，好，三袋这个大的，带着兄弟们来，一袋小的，两袋小的，三袋小的，四袋小的，五袋小的，这海苔是不是5块钱一袋？6袋，49.99，师傅，师傅牛逼啊！好了，拜拜，兄弟们，拜拜，拜拜。我说有时候小杨同志，他真的是心里没有点眼力见，他又耽误我们两个10分钟相处的时间，你知道我这10分钟怎么过的吗？嘴哥真是继小黄以来第二位封号斗罗。刚开播半小时被官方抬走2次，本想去嘴哥直播间的小杨哥无奈去了七老板那诉苦。嘴哥抬走了，嘴哥明天播用吗？嘴哥今天玩得有点疯狂了。哎呦，
是，你好好卖货吧。你有没有发现我以前啊，去年你没有发现我直播脸上被长痘，你看现在不长了呀。嗯，这个人真是人才啊，真是神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们真的有什么问题啊，护肤啊，护肤啊，护肤都可以问他，我现在都请教他。哦、想个大概用了几盒齿包，我一共就用了两盒多，用两盒多一点，不到三盒。你看齿包我一次都没讲，齿包都还没讲，它都1400单了。嗯，一句话都没提。齿包这种产品，我跟大家说，可能品牌认知度并不高啊。就像我师傅刚才强调的，他产品做得好，他产品做得用心，所以我们就愿意去给他做推广。几乎来我直播间没有人不拍一个的。这个品牌从第一次合作进入抖音，就是跟三羊网络合作。我们什么时候薅品牌的羊毛，兄弟们，就趁这个时候就薅。成分浓度怎么高怎么来，效果怎么有怎么加，价格怎么低怎么来。所以早晨一支，晚上一支，代替你家里所有的水、乳液、精华三合一。孕妈妈哺乳期屏障受损的大红脸、干敏皮、油痘肌全部可以用。过了20岁，脸松了、垮了、垂了、抬头纹、法令纹、鱼尾纹、嘴角纹、川字纹，包括颈纹、包括妊娠纹、胖胖纹，全部可以去使用。它就是把有效成分给你怼到了高浓度，高浓度的二裂酵母复配了6大专利成分，为了照顾孕妈妈的感受，为了让它的成分更加稳定，额外添加了伊克多尼。真的，这种东西啊，一个伊克多尼，一个二裂酵母，随便一个拎出来做一瓶精华，卖500块钱都不过分，169，一大盒。再加一大盒，再加6小盒，并且其中一盒拿出来支持你拆开使用，好用咱留下，不好用咱给它退了，一点风险都没有。嘴哥真是继小黄以来第二位封号斗罗，刚开播半小时被官方抬走两次。本想去嘴哥直播间的小杨哥，无奈去了戚老板那诉苦。嘴哥抬走了，嘴哥明天播行吗？嘴哥今天玩的有点疯狂了。哎呦，这个人真是人才啊，真是神，你知道吗？去年你没有发现我直播脸上都长痘，你看现在不长了呀。嗯，所以你们真的有什么问题啊，护肤啊，护肤护肤都可以问他，我现在都请教他。想个大概用了几盒齿包，我一共就用了2盒多。你看齿包我一次都没讲，齿包都还没讲，你看都1400单了。嗯，一句话都没提。齿包这种产品，我跟大家说，可能品牌认知度并不高，它产品做得好，它产品做得用心，所以我们就愿意去给它做推广，已经70万单了，几乎来我直播间没有人不拍一个的。这个品牌从第一次合作进入抖音，就是跟三羊网络合作。我们什么时候薅品牌的羊毛，兄弟们，就趁这个时候就薅。成分浓度怎么高怎么来，效果怎么有怎么加，价格怎么低怎么来。孕妈妈哺乳期屏障受损的大红脸、干敏皮、油痘肌全部可以用。过了20岁，脸松了、垮了、垂了、抬头纹、法令纹、鱼尾纹、嘴角纹、川字纹，包括颈纹、包括妊娠纹、胖胖纹，全部可以去使用，代替你家里所有的水、乳液、精华三合一。它就是把有效成分给你怼到了高浓度，高浓度的二裂酵母复配了6大专利成分，为了照顾孕妈妈的感受，为了让它的成分更加稳定，额外添加了伊克多尼。真的，这种东西啊，一个伊克多尼，一个二裂酵母，随便一个拎出来做一瓶精华，卖500块钱都不过分。今天到手169一大盒，还有一大盒，是的，然后还有6小盒，其中一盒还支持你拿出来试用，好用咱就留下，不好用咱一点风险没有，直接给它退了。